我明白了，背叛财团联盟的人死了也活该。楚墨主人，你该不会还在为那些愚蠢的人类生气吧？<笑>看一次就想笑一次。如果不是楚墨主人及时打散了毒物，死亡人数可能都超过几万了吧？虽然最终死亡人数只有100多人。 可是人类根本就不感激你哦。我只是做了自己觉得对的事，麻烦的是与李会长的见面，财团联盟为了对付我，应该做了万全的准备，甚至他们可能已经与修仙者联手了。拯救世界的大功臣居然受到这样的迫害，真够离谱的。楚墨主人，不如你加入我们妖兽这边呗。你说什么？我刚刚是开玩笑的。等一下。 是我不好，求求你了，不要逼我做这种事情啊！啊！咕咕咕！真是意外，没想到会在李会长的小岛上看到你们。四大宗门已经与财团联盟合作了吗？楚墨，请你停止对财团的袭击，财团做错了事，会有法律来处罚，否则你将成为四大宗门的敌人。哼，楚墨先生明明什么都没做错。 四大宗门知道财团与妖兽勾结，还做出了这种决定，真令人失望。抱歉，宗门的决定我也无法更改。我更不想与曾经的战友成为敌人，不遵循规则的正义会破坏社会的稳定。请你以大局为重。我就是大局，感谢你的关心，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们不和楚墨一起进去吗？万一财团联盟准备陷害楚墨？正好相反，财团联盟才是最迫切与楚墨和解的一方。 现在与楚墨开战，即便胜了，他们也会损失惨重，只是希望楚墨不要做出不理智的行为。哼，四大宗门掌权的老家伙，居然与财团联手威胁楚墨。楚墨先生现在可是秘境最强的救世主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与异界的战争已经输了。我也和师父说过，但他说即使没有楚墨，我们也有别的保险措施，在秘境战争中翻盘的底牌。 终于见面了，楚墨。从超级英雄变成超级恶人，你是什么感受？我不过是普通人罢了。作为普通人，你的正义感也太强烈了。我的姐姐被做了实验，我仅仅是为了给我姐姐讨回公道，找到那个伤害我姐姐的罪魁祸首。哈哈哈哈哈！并不是因为我们和妖兽勾结合作，仅仅只是为了你的姐姐，财团联盟为你搞了这么大阵仗。 原来都是白费心机呀！你们想和谁合作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可以告诉我关于我姐姐的相关线索吗？你知道 X 州吗？不太清楚，似乎是一座已经沉没的岛屿，那跟我的姐姐有关系吗？这也难怪，毕竟那是一段已经被刻意隐瞒、删改的历史。100多年前，从大海中浮起的谜一般的大陆，被称作 X 州。 那里有着极度危险的史前遗迹，能够赋予普通人特异能力的秘宝，以及奇怪的变异生物。在对 X 州的开荒探险中，少数人的体质发生了变化，获得了强大的力量。他们被称作猎人。据我们研究，猎人获得的力量与 X 州的惯例，他们的力量并不同。越是强大的猎人。 寿命越是短暂，甚至有猎人会逐渐的转化成怪兽。在100多年间，唯有一个人类能够完美的融合怪兽的力量，甚至能任意控制岛上的所有怪兽。它叫做青海叶。我们收集它的女王细胞，因此在 X 州沉没之后，我们财团仍然能够制造猎人。但是猎人最大的缺陷寿命短暂，依然无法改变，于是便和妖兽联合。 所以他们就找上了我姐姐，就为了做这个女王细胞融合的实验。告诉我那个财团的名字。那可不行，接下来就是付费内容了。这么珍贵的信息，我怎么会平白无故的交给你？老头，你想要什么？杀了我！你认真的？我那不成器的儿子李寒林，正在与你一起行动，对抗财团，对吧？就算儿子进入了叛逆期。 也没必要自杀吧。这次与你的会面之后，法律对我的审判只有几个月的监狱生活，但是李寒林会死，作为财团的一员，这是背叛的代价。楚墨，我看不透你。
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有几句真话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完成复仇后是否还会保护我的儿子，但是只要你确实的杀了我，你就会彻底的站在财团的对立面，在打倒财团联盟之前，我的儿子对你就还有利用价值，并且财团联盟也会优先把你当作敌人，这样李寒灵才是安全的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鞭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多事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正面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，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